中国一幼儿园集合家长与孩子们进行组队吃西瓜比赛，由孩子拿着西瓜，家长快速将西瓜吃完。不过影片中的小男孩看似不理解比赛规则，自己开始吃了起来，并且不让爸爸吃自己手上的西瓜。爸爸抓紧时机趁机吃光西瓜，小男孩见状愤怒地把西瓜皮丢在地上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一把！完了。